P 通道，那会长什么样？我们想一下，P 通道的话的加强型，请问你 VGS 要加正还是负电压？负，对不对？因为负的时候才会吸引电动到上层来啊、哦，形成啊、哦、所谓的反转层，对不对？啊、哦，好，那 VGS 要够负，对不对？啊、哦，要够负，够负挺好意思不？可能你负二不够，要负三或负四才够，是这个意思啊、哦，要够负，啊、哦，它才会这个感应出那个通道出来啊、哦，所以第一个它条件也是要的哈、哦。那我们现在要尽量 N 型或 P 型背都是背一样的形式，它才不会错乱啊，对不？啊，我不要它踢笑啊，对不？动不了啊、哦，所以仍然是这个的形式，不过 VGS 这个时候是负，对不对？假设你的临界电压是负二伏特好了，那你负一能不能导通？能不能感应出来？不行，负二就开始有了，负三可不可以？可以。那但是你要维持一样背什么大于什么的形式，那你要怎么办？加个绝对值，可以吗？好，所以我们把它改一下。好，好，如果现在改成 P 型的啊 ，P 型的。这个地方呢，就加个绝对值，好、哦，好，绝对值，啊，这样就合理了嘛，对不对？啊、哦，假设是 VTH 负二，那这个就是负加绝对值就二嘛，啊，负三就是加绝对值变三，三就有大于二了，还听好不好？啊、哦，是不是？好，那这个地方，啊、哦、，VDS 赶快哈、哦，也变成加负的话，别让它变正。就是得病变 SD。好，这句都会放出来。好，这变成什么 ？VSD 好，好小于 VGS 减 VTH 绝对值哈，阿内，看有意思无？看无？我另外想嘛哈，咱赶快变这个样子，小，对不对？不是 VDS， 你啊 N 型的时阵，你是不是 VDS 加正的？啊，你那 P 型是不是加负的？啊，但是负的，我这边这个形式这个符号不想改变的话，我就是把它加个绝对值嘛，或逗插个负号嘛，对吧？那 VDS 插这负号的变 VSD 嘛，啊，听我意思不？啊，这个。VGSD 当下都 VSG 啦，也塞啦，啊、哦，还是加绝对值嘛是可以啦，哦，你若改 SG， 当个 SG 啊，嘛 OK 啊，啊、哦，啊嘛也塞啦哈、哦，好 VSG 啊、哦、，VSD 小于 VSG 减掉 VTH， 好、哦、啊，当然就是还是加绝对值嘛，对不对 ？OK 哈、哦，哎，好，好，啊这。看一下、啊、这个地方，那、啊、这里没差嘛哈，公式没差。哎，啊，条件这类，赶快哈 ，VGS 绝对值大于 VTH 绝对值，也算了哈。比如说老师啊，会不会改下这 VSG？ 大于这个可以啊，因为它也是算 SG VSG 嘛是正的嘛，嘛是 OK， 还、啊、听好不？好，阿杰嘞。你要加绝对值嘛？可以啊，变成 VSD 嘛，赶快，听啊、哦！所以这个就把它变成这个 VSD 啊、哦、，VSD 啊、哦，安尼嘛是正的，对吧？啊、哦，大于等于啊，这个 VSG 啊、哦、的变正呀，对吧？啊、哦、，VTH 被变正的集合绝对值哈，安尼看有无？啊，所以你啊 P 型的安尼念念啊。好，那啊这个地方呢，边界条件呢，当然就是什么 VSD 哦，这道变正 M， 啊加的变 VSG， 好不？啊加呢，唔好袂记一个绝对值，因为 P 型也临界是负 M， 对不？所以假设是负二，啊你要减掉二，得安那加绝对值，你才变减掉二，啊无就变减掉负二安尼，对不？啊、你看我的意思哈，好。然后这个地方如果 P 型的话，
它这要改成什么？腹，对不对？好，这变成腹。啊，电流对过去还是那么大啊、哦，不过嘞，你的这个就变成 VSG 啊 ，VGS。VSG 啊，唔再变正嘞，好、哦，唔再变正嘞。啊，你哪唔改嘞？唔改有一个方式，就是甲画做一边，伊就变负诶 ，VSG 就是变负诶。啊，这个一样大嘛，只是变成负的嘛，所以这个是等于镜子一样，就变安尼啊嘛，就变安尼。安尼看，听有意思无？好、哦，啊，就在你在你画，你哪是？你若是这个横轴是 VGS， 爱这个变负 M， 伊就变作变作安尼安尼，对不？安这是 VGS 嘛，对不？好、哦，啊你若 VSG 咧，那 VSG 就是刚刚维持正的话，变的是这个图形，安了解不？你如果理解以后，图怎么画都是对的啊。好、哦，安有理解啦哈、哦。老师讲听有无？张孝松听有无？有哈、哦？啊郑国汉有 ，OK 哈、哦？有听有无？加油！有哈，听得明？有哈，好 ，OK， 没坏了哈。我比较喜欢上你们班的，你们班蛮专心的。所以老师不喜欢你们班啊？也不会，我也喜欢我们班，只是有人不专心的时候会被我骂而已。嘿，哎，对，我两班都喜欢啊，你不要欧哭到我跳，好不好？我听到你们班，老师你还有在录影哦。老师要好好讲啊！我迄句话是要甲恁鼓励啦，但是我无贬低阮班的意思。阮班咧嘛是不也真认真啊，但是咧就是有几个常爱睡觉，要让我一直讲哦，这个会打扰上课。好了，不错了，两班都不错，好，结束。